初次和女友同居，夜晚竟遭陌生人闯入。交往差不多半年多，开始同居了，我都没有看过他素颜，房间比较亮，所以那个玻璃会变得很像镜子嘛，我可以看到后面。我看那个反光，我突然鸡皮疙瘩，我线上搜索，我以为有个陌生人进来过上上厕。最恐怖的是，长得很像我刚过世的阿姨，真的，我不说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